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遇到歌迷认识你了哈，但是他打招呼方式很怪。怎么说？你要演阿美啊？听海哭的声音。你演阿美吗？后面讲。有，他就在后面这样。听海哭的声音。很不好意思。那个服务生经过我，你知道他在我后面做什么是吧？我老婆回来就一直笑，我在笑什么？怎么会？他排队那个要喝咖啡，就这样排很多人，就已经快到自己，就很紧张，就心里面一直默念 latte， latte， I want latte， 我要 latte， 我要 latte， 我要 latte。然后就到自己的时候，你就说叫 whiskey， 咖啡，太紧张了。没有，然后就到自己的时候就叫 latte， 然后讲很小声，然后那个人就 excuse me， 对 excuse me， tea， 他就说 tea tea， 我说 yes please， 就变成 tea 了。我本来要 latte， 但是就变成 tea， 所以很多这样子。那个茶给你，你来照喝，把它当咖啡。就照喝，没有。我就很帅的，就是拿那个茶，然后付钱，就很帅了，就走啊，走出去就喝，这边喝五分钟嘛，然后再进来排一次嘛。再排一次。究竟歌坛天后张惠妹在国王帮的逼供之下，会爆出多少的笑话出来呢？而阿妹的歌迷曲中恒，她的歌声到底还有没有救呢？咱们赶快来看看今天精彩的国光帮帮忙吧。写信告诉我，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？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？好有感觉哦！写信告诉我。那个节奏不对。啊？不知道。来 ，1 2 3 4。写信告诉我，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？梦里外的我，是否都让你无？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。为何你明明动了情，却又不靠近？要激动的来了。听海哭的声音，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。可是泪水，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海哭的声音，这片海未免也太无情。悲泣到天明，写封信给我，就当最后约定。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他是唱得很好，我觉得，可是我觉得我沉不下来，为什么？就是好像费玉清在唱哎，我这首歌我有从头听到尾，哎，我有个建议，怎么样？副歌哦，你没有力量，没有阿妹那个 power。对，所以我刚刚说那个力量。激动的来了，对，你看小三跪在那边跪了一首歌，谢谢，真的好棒。副歌没有 power， 而且手他就请阿妹，好，我副歌的 power。让观众了解。我现在感冒，我不知道唱得出来，唱不出来。没关系，你感冒还是天籁。一定不是我，只想。
真的是哈，隔行如隔山啊！这是我本世纪伴舞伴的最爽的一次。你在后面伴对不对？伴的。哎呦，谢谢啦！伴正的，你再来，老师教了你再一次嘛。来，就学阿信那个副歌。我连他那个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知道。我来帮你开始，大概一点。老师会跟着你啦。对，去。你知道那个技巧啊？就技巧很重要。给我一个 key。听，听海哭的声音。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对，技巧包的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。进去，激动。可是泪水，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。再进去一点，听海哭的声音。还未免也太多情，悲泣到天明。这不错啊。写封信给我，就当最后约定。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，高是怎样？是怎样？是怎样的心情？出不来是怎样？哎，真的很不错啊！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你比较会怎样？哦，我怎样？我针对这个怎样？很棒哎！当然非常有感觉，要不要来怎样？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，离开我的时候，对，说，对对对，你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还可以啊，可以，我们再好好练一下怎样的，怎样，我们三个一起怎样，一二三，是指怎样的心情？我下一次演唱会可以找你们来当合影，所以我一定要先讲，三个一起好不好？三朵花，上，开心，一定要好，好，不错，好，非常好，这首歌非常好。其实小白真的有差啊，有差有差。小白真的多少钱？对，很贵的。那个小白他是因为音质特别好，还是说你特别？哦，没有，对，在这边就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说那个小白呢，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的原因是因为我。唱很多支麦克风啊，我唱过很多支麦克风，然后呢，我都会去听我的 vocal 跟这个麦克风的声音是合不合的，唱出来的感觉好不好？然后呢，那个小白那个牌子就是那一支的那个麦克风的号码，它是我试了这么多支麦克风之后呢，那个是最适合的。最合的。所以，而且呢，那个颜色呢，你买了那只麦克风呢，它的原本的颜色是银色跟黑色的，它没有白的，那你不可能叫一个这么大的那个公司为你做一个白的，那我们就一直拜托他，然后也把我的资料寄给他，就说其实我是歌手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哎，结果他答应了，他说他为我做了一个白色。哦，所以说只有一只嘛。对，所以我才会那么紧张，说那个时候不见了嘛。对对对对。那就很紧张，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，不见了，那你就再换一只就好啦。对，但是因为如果再要去拿同样那一只的话，可能要隔好久才可以再拿。那很贵哈，他自己这样比那个马奎欧卖的那个是贵多少？今天不想打你，怎么回事？这样嘛，那个是比较我偶像面前打我。对啊，我那个比较专，就是他很专业的。其实那一支麦克风，那个什么，好像是 Celine Dion 还是什么，他也有在用。我觉得麦克风一定要适合自己的 vocal， 你要去试啊。其实也不见得说我那一支那个小白是很厉害的，不是说
贵的谁适合，谁都适合，不适合哦，要试，对，还是要试，对对。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歌唱的指导，是的，我想经过今天以后，全环就突飞猛进，对，好吧，精英漂亮啊。本来我还想站在高岗上，想像算了，算什么？来呀，阿妹，下次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真的够。唱一个站在高岗上，真的，我都唱不上去，真的吗？站在高岗上，给他一个 key 来，站在高岗上，早上我就不讲了。站在高岗上，危险！不会，危险！接下来，危险！你就站在高岗上，哎，站在高岗上，危险！不会，危险！接下来，掉下来，危险！你就站在高岗上，哎，连连的青山百里长呀，巍巍耸起响屏障，呀喂！山鸟穿云霄呀，哎，苍苍呀喂，连绵的青山百里长呀，老在岗上等红妆呀喂，呀喂，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，伴着一个有情郎呀喂。偶像，偶像。哎，舞台要自动转啊，自动转啊，自动转。山林转云霄呀，我俩站在高岗，在高岗。耶！我就说这不行嘛。哎，谢了。那我有个建议哦。哎，是。你可以唱一段就直接唱副歌了。对啊，你不用唱那么前面，也不精彩。不是说真的，说真的，我觉得我刚唱的好像以前老的版本的那个。而且你在上面起不要跳，我是下面很硬的。他是不是 key 太低的关系 ？key 太低，没有那个 power， 对不对？哦。我站在高岗上远处。大妹，哪都这些。吓到。OK 了。在听完曲中恒五音不全的歌唱之后，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咱们阿妹可是从五等奖歌唱比赛出身了吧？让我们再来听听她当初参加五等奖时的机遇到底是如何。其实我有很多这种很奇妙的记忆，我自己都觉得我蛮奇妙的。真的，再讲一遍来听听。慢慢来。其实参加五等奖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折，这样子。因为我那个时候，因为从小很爱唱歌嘛，那唱歌对我们来说太自然了，就是就每天就是你知道吗？台东啊，就是吃饭也唱歌，喝酒也唱歌，聊天也唱歌，随时要唱歌，对，随时要唱歌，是怎么样？真的，吃饭喝酒聊天都唱歌，都唱歌啊！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不相信。到那什么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山上，然后到一个寮子，寮子就是那种公寮啊，坐下来当然，哎，坐下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哎，唱歌，旁边的自己拿吉他嘛，就开始，哎，就开始唱了，唱到这边还要合音，我唱的，然后自己啊也还跟着唱，而且每个人在轮流唱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到二舅家，你一曲我一曲，我带明金城去吃饭也是啊，就是吃完饭大家唱歌啊，每个人唱，每个人唱，唱到我想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就唱陈升的那个什么多情兄啊，结果唱完以后大家。我自己是被锅。对啊，你唱的这个太解了啦，就大家你不听不懂。要唱快乐的歌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唱歌大家都太自然。然后，那是因为我爸其实生病很久，就我爸已经不在了。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是，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很多太多，
然后他要照顾啊，要养啊，所以工作都很辛苦。然后到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就是糖尿病啊，还有很多什么肝病啊，什么都复发。然后呢，他在医院呢，他就是每天都会看五等奖，嗯，然后他就会说，哎，五等奖，他就每一次就告诉我说，你唱的比里面的人唱的还好。那我就心里面一直在想说不敢，因为那个时候在台东啊，你看到电视里面的人哦或事啊，那个都好像是很遥远、很遥远的事情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样子？那就哥哥就说那去报名好了，然后我爸也很希望我去，我说好那就去了，结果去了就开始痛哭了，因为。每个礼拜都要去，对，每个礼拜我就坐火车哦，好远，很远啊，台东。前一天晚上就要开始坐，对啊，慢车。然后你到了那边，你每个礼拜都要准备六首歌，要练习六首歌。我不会，我其实我在台东，我听到都是一些老歌，不然就是自己喜欢的歌。那你每个礼拜要准备那么多首歌，是一件折磨，折磨折磨。对，然后我就开始越来越讨厌唱歌了，就觉得唱歌怎么会那么辛苦。然后又背负着那个台东的那个所有的乡亲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你只要一赢啊，过一关，我们家外面就莫名其妙会有鞭炮，哎，真的啊，就会放鞭炮，砰砰砰这样子，或者是我妈，或者是我们出去都会，就是都看到我就会说啊，你一定要加油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全台东的人都在为你加油，当场变成民族英雄，所以你就会变得压力很大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很不喜欢。可是因为我爸爸，我就一直这样闯，一直闯闯闯，然后好不容易到就是五度四关，对对对，差不多应该对对对，应该差不多五度四关的时候，我就最记得我唱那个《海上花》，嗯，然后我唱《海上花》，你们这是我们有老师在，有老师在，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厉害厉害，这绝对最灵异事件，全世界最机灵的，就是这首歌《海上》。你随便点它，马上来。真的，对，《海上花》。然后，因为我不是很会唱这个歌，然后这歌词就不是很熟，然后就已经很紧张了，然后在那比赛唱，就《海上花》唱，忘词了。忘词，然后就当场一边哭一边唱，但是歌词都忘了。哇塞！然后就输了，那一次就输了。你就硬唱？我硬唱。你不知道唱什么？我不知道唱什么，就嘴巴一直呼隆，一直在讲话，不知道唱什么。哎呀！然后唱完之后看灯的时候，我整个人是蹲下去哭的。没灯，工作人员来拆掉。有灯啊！快！当时还是有灯就对。四个灯。然后是，它四个灯22分，哎，我忘了，四个灯22分是标准分，所以是四个灯19分，然后是19，因为我整段都忘了，然后忘了之后就哭啊什么，回去之后就很难面对大家，然后我回去之后几乎有半年的时间我不唱歌，我讨厌唱，伤到了，风伤到，伤到，然后连那个婚就是结婚啊什么我都不唱，找我唱我都会生气。然后后来是隔了半年之后呢，我爸就住院嘛，那一直在医院，我就在医院陪他，那他还是在看五等奖，然后他每一次都会跟别人说我女儿唱得比他们好，然后就一直告诉我说他很希望我可以拿到那个五度五关，然后因为我爸身体越来越不好，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就是让他高兴这样子，然后就再报名一次，那五等奖就很高兴啊，哇，我又再回来了，就开始挑战，第一关挑战就五个灯这样，然后又继续卫冕，然后就这样哇，一直拼，一直拼，一直拼，拼到那个一样是五度，好像三关吧还是二关，我有一点忘了。然后拼到那边的时候，就我爸就走了，他也没看到，很可惜，可惜啊。但是他还是会知道。对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拿那个奖杯啊，就给他就。他在他的墓前，我就给他，就说我已经拿到这个五度五关，然后这个是给你的，这样子，就很遗憾，我爸没看到。他一定知道的，对啊。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知道，这个事情是一定会知道。你有什么感觉？就感动，不是我跟你讲，其实这个事情哦，我是在别的节目上听过，但是再听一次还是很感动，感动。对对对对，还是你有什么感觉？啊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讲出来。
真的好感动。好，其实那次拼了还是拼过五官呢？拼过，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五度了。嗯，而且其实这样想讲，其实爸爸有保佑，有啊，对不对？让你不会再忘词。对啊，我妈就说你爸还是有在看，所以你接下来那几关就要加油这样。所以啊，大家要知道，当一个巨星，他身后还有很多很多努力的一些过去。对，大家不要以为说哦，阿妹好像唱两首歌就变那么红，哎，人家以前在努力的时候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非常努力，一定要努力，一定要努力，没有努力哪有来的成功？对，世界上哪有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情？真的，真的哎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两位第一次主持的那个经验是怎样？第一次主持就是这个啦。我知道，废话。我不然问你国小的时候。第一次主持就，忘记了，我没有开口讲几次，超过三句。你会紧张吗？当然紧张了。你当时会一片空白吗？我当时是很认真的在听来宾在讲话。你都插不上话的呀。对，然后听你们讲话。因为我问你啊，第一集的来宾是谁？关悦。啊，那是播出是第一集。是谁呀？谁啊？第一集播出是关悦了。第一集录是谁？第一集录是小班班。对，小班班是不是啊？跟你去吃火锅。事件就是那一次被弄出来的。被发现，我忘了。然后你一只脸很红，一只很红。我忘了。嗯，那你那天什么感觉？我那天就一只脸很红啊。因为麻辣火锅太辣吗？啊？麻辣火锅太辣吗？还是眼前看的东西太辣？好家伙，冷静冷静。第一次主持节目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很好玩，那这样不错哎，很多人都紧张，然后没有任何逻辑，什么都不懂，就是我们到现在有巴拉这样子，我们到现在还是没有，这样好像也没逻辑，有一点，现在有一些啦，现在有一点，很好啊，现在。哎呀，我第一次主持真是，哎呀，现在想想还是一个痛苦的。你第一次主持痛苦还是演戏痛苦？主持啊，比较给你的，因为演戏你有一个东西可以寻嘛，啊，你有剧本嘛。好，比如说人家讲什么，你有一个角色可以依靠了。哎，就是哎，我比如说你讲什么，我讲什么演。第一次主持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还是在国外出外景。张敏，出外景。我是张敏。没有没有，再不是再早了，再早。然后就是要介绍一个，其实现在想想很简单，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水池嘛。介绍水池干嘛？就是一个钟乳石洞，里面有一个很漂亮，在奥克纳瓦是一个。不会不会，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水池太另类了吧？然后它是一个很漂亮的钟乳石洞，然后是一个好，它因为是金黄色，变成一个好像黄金盆子一样的。嗯。那你现在想想，其实很简单。哎，各位，这是一个红钟乳石洞做成的，对吧？多少年变成的啊？很漂亮，很稀有，什么上去挂掉，灯一拍。停住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在旁边，怎么办？啊，不要紧张，我不紧张。小康，我跟你讲，很简单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是一个很，我就是讲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一次大概 NG 了大概有20遍，哇！最后还是那摄影师很好，摄影师说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小康，我现在变一个，变另外一个角度，你从后面再继续讲下去。然后才救了我，而且还变了大概3个镜位。哇，那时候我走出来的时候，温柔，我是已经快要去自杀了。他不是温柔，因为他不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就不能走，收不了工。其他干什么？他可能一开始拍你，对，介绍，然后拍到水池，你就开始念。哦，类似这种，就是用救的，用救。可是当时我就觉得，哇，怎么办？因为接下来还有啊。不是说那天玩就玩，怎么办？过不去。对，拍到水池再拍回来，好丢脸。不是，就是经常玩这个点，还要再别的点。哇！我第一次当，就是我刚当上一个歌手的时候，然后第一次被访问，被那个时候很多的台嘛，就是娱乐新闻啊什么，是在那个摄影棚里面，就是我们拍室内的 MV， 然后就是那个公司的人在后面已经要就是。耳提面命很多，说我告诉你有姐妹，这张姐妹，然后你要讲说这个歌是有什么曲风，然后是谁制作人什么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说就在后面一直点头，哇，好，知道，然后就一出去，然后那个所有的麦克风就这样递上来了，然后就说
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然后这样，张惠妹，我说介绍你的专辑，然后我就这样，要晕了，哭了，哭了，真的，就是大哭。这也是一哎，这个也厉害，猛吗？猛，可是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吓到了。这有播出来吗？播啊，就是播到我鼻后面是剪接，我鼻子是红，然后继续说话。这样我刚以为他是帅的啊，这样的专辑，我的专辑是兄弟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是真的吓到，第一次有那么多麦克风，然后还有那个很强的光，对对对，带着你，就这样照着你，然后说介绍你的专辑，他只是这样问而已，然后我就这样紧张，那我心跳跳很快，然后手跟脚都在发抖，然后我就这样就哭了，就啪一直哭，然后公司人就把我带到后面，就去问说，哎，你们到底问什么问题啊？他说没有，我们只叫他介绍专辑啊。唱片公司人把他带后面，大家一起哭，回去怎么见老板？完蛋了，我们全都完了，一群也是我。对呀，所以其实第一次都会怕，很可怕，那个真的好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对，我这个演戏我都觉得还好。我还有一次，我以前还出过唱片，哎呦，第一次上台唱歌，知道啊，出过唱片。Oh my god！ 你知道那时候上台还要舞啊，我不骗你，你跳舞，他跳舞，你唱现场，我跟你讲，唱现场啊，我不骗你，那上台，哇塞，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，后悔对不对？那时候为什么要？我想当场自杀算了，一上去你要记台词，要记歌词。你还要混还没有？然后我一下跳一下跳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出来那个什么舞啊，反正还什么这样什么弄来弄去的，然后我骗我出来第三排又忘了，我一出来，怎么不一样了？这我就这样唱，然后反正舞蹈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，那脸也不会笑了，很严肃，唱完。哇，吓呆无想！我跟你讲，那真的很沮丧，沮丧沮丧，然后再跟上来。对啊，就跟上来，就是跟上来，跟上来嘛。哇！然后我下去就跟我们老板很郑重的，我不要出唱片，我们可不要有舞曲。就我们练了两个礼拜舞，就那些舞群到现在还是好朋友，就不用来了。小刚是我们怎么了？是怎么样？不是。我实在没有办法一面唱歌一面，然后旁边舞群说：“小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我跟你讲，你上去你就会变成好像这种自然反应，真假的？上去，不一样，哪有自然反应啊？哪有啊？乱气的，你知道吗？”阿飞，那像你这么多演唱会哈，是，你有没有像小康一样有这种突尘有的状况？有啊。他是慌了，你当然不会啦。在突锤的情形有没有？我觉得慌是不会了，但是会意那个状况，就是会碰到一些意外状况。对，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参加表演，那就是表演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是到了就要赶快化妆，然后就上台表演，尤其是在内地的表演，那个舞台都会很大，然后都会有那种比如说。就是他们都会很豪气的，就是给你比如说200个 dancer， 就 dancer 在舞台上面跳。我曾经还有跳过是600个，对不对？600个在舞台上看得到你吗？那个时候那个台很大，所以没有彩排，所以你不知道他的 dancer 跳是怎么跳，所以就变成是我在那个后台，我这样，比如说我在后台，我要 stand by， 我要去。要出去，他们就介绍来自台湾的张惠妹，然后音乐就出现了，然后我就要出，我就拿麦克风叫他出去，我说哎出不去，因为 dancer 出去，200个在我面前这样穿插，每个人这样出去，然后我又在这里插不出那个缝要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。已经开始唱了，我还在后面，然后我就要等到这200个这样跳出去之后，我才赶快冲到前面去唱歌。那时候大家已经半首歌了，已经前面的好几句了，然后冲到前面去唱呢，那唱一唱呢，他们跳舞就会有很多那种
因为在内地的话动作都非常的大，比如说就是会有手举起来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靠着你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下腰，对，然后他每个都很高啊，我就都一直在里面，一直这样，一直找缝，我一直要找缝这样子。你就想说200个 dancer 在你围在你旁边，你根本看不到你啊。我觉得那个在拍的那个摄影师也很痛苦，很辛苦，因为他就一直要找那个人家的手缝里面去拍的。所以会有这样的，对。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已经来不及，时间就是时间已经没了，然后就冲上台，发现鞋子没穿，就还没穿呢。那怎么办？不管，就这样。冲啊，还没啊，然后就一边唱啊，脚伸到后面就这样，然后后面的人就开始穿鞋子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我有冲上台，没有拿麦克风。前奏。跑不掉，好不容易拿出来，很敢。其实会发生很多好玩的事情，那个真的蛮好笑。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很痛苦的。我还有唱歌，唱啊，自己的歌嘛。那你知道唱歌其实你要一连串唱比较容易，唱，噔，它没有声音了。音乐也没声音了，你麦克风也没声音，哎，我怎么这样？但我还在唱，哎，这样子，然后再出来就不是你预想那一段，傻了，我走，停，对不起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哎，你们老板会不会想把你杀死啊？不是，校园的还好。其实很多都会这样子，就是那个，你如果放袋子啊，卡拉就跳掉，那又不去停掉，所以你就会很尴尬。那你有没有跌倒过？跌倒哦，在台上，你这么动感对不对？应该有。对啊，可是或是扭到这样，哦，有，我有扭到，可是我那个不是在表演的时候扭到，而是在彩排的时候扭到。哦，那无所谓，我也有经验，你又有。我有一次高雄，我那次还唱 band 哦，哦 band， 然后我穿一个皮衣呢打钉，我想说出去要炫一点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是那招，不是，我想说。我冲出去，这样唰就跪着滑出去。哇，你那时候这么嗨啊？这怎么办呢？还这样滑出去？就冲出去啊！唰一滑，一滑一站起来。当场都还后悔了，干嘛这样？为什么不这样出来就好了？啊！这歌手是干什么？想太多了吧？你要出两张嘞！不是，因为那一次是什么？那次是马爷的马兆俊，他还特地从什么新加坡找了他的朋友来，那几个会，所以你想说要看什么了？好像笑，好像哭，我真的很后悔。但那个都是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祭奠，一个回忆，还蛮好笑的。小刚，你很激动哈，那个时候你的激动有点怎么刮到？没有，那个是之前我刚在修眉毛，所以奉劝很多新人歌手啊，有时候在表演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，先练一下。小刚，你有开过演唱会吗？我凭什么啊？开演唱会嘞？那阿妹第一次演唱会成功以后有没有撇数？有没有哭？哭是撇数啊。我好像每一场都哭哎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对，因为唱到激动处。对啊，还有就是因为我每次那种巡回演唱会都大概就一年一次，那我现在已经好久了，大概2年还没有开，所以我会一直很期待。那个期待的心情啊，你站在好不容易站在台上了，然后你就看到那么多人，然后就是几万人跟着你一起唱歌，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哭的。你怎么忍都会忍不住了，那种是种感动。对，那是感动。对。那我们知道，就是报道上虽然讲说你很久没谈恋爱了，我很久，哎呀，这样讲就是你有一段时间没谈恋爱，对不对？那你会很期待吗？期待啊，其实我觉得碰感情的事。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椅子的声音是椅子。你怎么主持节目还要放屁呢？不是椅子吧？刚刚压太低了，把它拉上来吧。没有，我是。我可以证明给你听。
没有，怎么放屁？等一下，真的没有吗？啊，没关系，又放，好了，没放，没放，没有。其实我觉得就是随缘咯，因为我其实还蛮开，应该怎么讲，就是自由的。对啊，就是打开心胸接受大家这样子。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什么样类型的？比如说他要很幽默呢，还是要很有才华呢？还是要很有才华呢？还是要很阴沉呢？应该不会这样了，或者还是要很斯文呢？这样？我觉得应该是他有某一种特质，然后就是可以吸引这样子。我其实不会去，我看看就是比如说注意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不会去。好像说，哎呦，哇，他要长什么样子，他什么不会？我觉得很重要是看到了那个感觉有没有那个吸引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比较重要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如果说你认为说你可以吸引到阿妹的话，欢迎来跟我们阿妹认识。但是如果自己欢迎打电话之类的，对对对。但是如果自己不怎么样，就别来了。你讲话真的是。好不好？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真的是很希望，就是说你能找到一个真正吸引你的人，而且他对你很好的一个男生。对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一定要体贴，然后要了解他，知道我的工作，然后知道在这个，就是说我们当艺人有什么样的就是状况啊、状况啊什么的，然后可以分享，我很喜欢分享。分享所有的事情，所以我也希望说他也可以分享给我，这样就像小白跟你一样那么合。对对，一定要讲。好会形容，对啊，在唱歌的。送你一支带回去，谢谢。哇，好，今天呢，其实我们要玩一个。你怎么带手机来录影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喂，你还喂？我在打。你谁？对不起。喂，你还喂？我在打。你谁？待会打给你。对不起，因为我最近助理不干了，荣升的。他还解释。对啊，手伸出来。哎，那看起来好痛。手伸出来了，你是来给先生的。好，来，不要，我觉得屁股比较正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太可恶了。你看我们平常打屁股是这样。OK 啦。哎，很痛哎。还好 OK， 真的是。但是今天牛仔裤还好。真的还好啊。啊，意思就是我等一下会被打。我打一个不 OK 的给你看。没有人要玩不 OK 的啊，没有啊。喂，我们可以玩一下，排个圈好了。什么玩？哦。干嘛丢掉啊？哦，因为他会乱打人。哎，我们今天用这个好。好好，因为阿妹来了，好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啊！来，破坏我们三立电视台的麦，手伸出来。你看，这会很痛吗？不会，不动了啊。我来弄就好。哎呀，你看，修麦大王，你要不要带着我帮你修手？好，来，今天我们的国光拳特别了，怎么样？因为阿妹来，我们有新招。平常新招，对，平常来，你是各比各的，预备起，屈中横啊，屈中横，顺，碰啊，顺，为什么你是头中康啊，头中康，因为我头最大，他喜欢拜人家观音，哦，就这样子，对，那是一种信仰，动作好奇怪，然后今天阿妹来了，可是怎么玩？就很像那海带拳，哦，不可以同相同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被喊中了就两次就输了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屈中横。可是你说特殊有哪里特殊啊？要加阿妹啊，阿妹，要加个阿妹，就变四个。对，阿妹啊，阿妹，好，阿妹啊，再见，你先，你今天做人家头。哎，等一下，输的要干嘛？打屁股的，做我们打穷人。不要。哎，不行啊，你是怎样？你不会今天用这个嘛？啊，你先来。痛哎，那个看起来就觉得好怕。打手心呐。阿妹，我直接的预感你跟他没什么缘呢，他跟他的阿妹啊，等一下，阿妹，加油！阿妹是阿妹啊，阿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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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，这样，啊，我也忘记了，阿妹，阿妹，对，阿妹哦，哦，这样啊，是唱歌不是会这样吗？啊，我打招呼会这样子。
好，先石头布，布慢的，好，好慢，没事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孙鹏呀，孙鹏，孙鹏呀，孙鹏。我中康呀，中康。我中康呀，我中康。屈中恒。哦，一次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继续。啊啊哦，还要一次继续。还没来一次，一次就中。我刚刚忘了跟你讲。对啊。中中一次。一次就中，是不是啊？是是是，阿妹打一次就中了。对，一次就中，所以特别招待你，来打个屁股。哦，很痛哎。不会不会不会。预备一，怎么打？对，这样打，一，这样打，二，三。哎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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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痛吗？还好，不会不会不会了，不会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还好。小哥，蛮痛的。换你了，换你啊，只要说不，好。好，我赢哈，我先哈。One, two, three, go。中康呀，普中康。中康。这是屈中恒，但他也是做这样的，中。中他。怎么样？中吗？中，太挤太明显。中。真的吧？哎，真的啊，中中中。中中中。一二三。会越来越用力。你是看什么节目啊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越来越用力好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会越来越用力，换你，来，快点，冲哥，好，换你，来，来，再来，不要给他打，快点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好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土中康呀，土中康。土中康呀，土中康。阿妹。来吧，来吧，孙总，那破掉了，对呀，打破掉。哎，这你刚打我很痛，来来，打手心好，手心不是更痛？哦，对，不是，我觉得他干嘛？因为他穿牛仔裤，我觉得打屁股了，打屁股啦，打屁股来，我们不会很重的，我们很，我们要义气的，预备。各位广大的歌迷朋友们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来。游戏归游戏，一二三。啊，还好，还好吗？阿妹免费打一次。你小心哦，我告诉你。要用力，要用力，要用力，要用力。哪有失衡啊？我应该是这样子手比较有力。这样。你看，我试一下哦。Yes。Yes。不是，我为什么要给他打这一棍？没有你，哎，啊，招待。听一下声音哦。招待。哎 ，OK， 来，张惠妹的歌迷，好不好？我也有让她打，走在马路上不要找我啊！准备啊！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！阿妹，用力！一、二、三。耶！流汗呐，好像我没有影迷就对了。你有你的歌迷，我有我的影迷，我跟你讲。不好意思，公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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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你也很久没被打了，没有啊，可是还蛮好玩的，谢谢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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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个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但是我真的吓一跳。突然开始脱衣服，然后就开始烧腋毛啊，是像那个烧那个下半身的毛。对，是有人过世的时候有没有假装那个不是专门哭的那个欧巴桑？五指枯木啊，五指枯木，对对对，你干过？我有参加过，参加过，参加过。对，我一个月我身上只有20块钱，一个月，真的一个月。耶耶耶！大家好，我是自卫队的队长